有轮机接头的那种叫做阴缘线，他们有好几种名词哈、哦，有专业叫阴缘线，就阴的来源的线，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就这个接到录音机，因为那个头一插在录音机的头就马上被录音，好、哦，所以就也是一种那种录音机的录音线，好、哦，这样我们就容易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，因为它没有那个头，它是用夹子，要夹着就可以听到，就拨电话的时候，但一看到就知道，一拨电话就显示了我们的办公室号码，好、哦。063有吧？已经响了。那个画面拍一下。02-2706-7637，我把它接起来。喂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哪一条线？2706-7637。7637，好 ，OK。我们来测，第二条，0932076在，0932067，不好意思，0932067063，这是第二条，响了，02-2706-7655。对，就是这只。这只也是我们办公室的电话，喂，杨先生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两只都有确认哈。两只确认。来，第三只。其他没有了，没有，就这两只而已。其他没有，只好。那就这样，没问题。